光 ，Hello， 三二一。嗨，阿华。等我一下，我用我歌单。嗨，小收。我今天看起来比较正式，衣服吧，衣服问题。嗨，听 ，Hello， 大家，等我一下哦。他不听我讲话。猫咪特很，是啊，可爱吧？不觉得很可爱吗？超可爱的，其实明天不是握手会吗？嗨，艾文，明天不是握手会吗？然后就原本想要穿的件衣服好可爱，对吧？我原本想要穿的件，但是换成别件。不觉得小情歌很好听吗？还是卡瑞，哈，我好像会讲话。Hello， 这边还有只 Stella， Stella 是同类 ，Stella。嗨，子阳。就算明天有点紧张，不要紧张，虽然我们也很紧张。音乐太大声吗？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逃不了，最后谁也都苍老，写下我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第一次握大家，哦，还是第一次来吗？嗨，Ben，你名单没改回来，快改快改。嗨，黄宇，嗨，哈哈。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我也不会奔跑。笑什么啦？其实春天会热哎。嗨，大家晚安。小萌新，你说你吗？不用紧张啦，虽然我们也都很紧张，不用紧张。我跟你讲，你要嗨 Martin， 嗨。你要不要跟大家讲通关密语？讲了给牡蛎之类，为什么要讲？是谁这样做了吗？请问一下，是谁讲了要给牡蛎？是谁讲了？你会紧张哦？我会紧张啊，怎么可能不会紧张呢？怎么有点卡卡的？没有啊，我现在算顺的呢。有可能卡了，因为我哥今天在玩游戏。愛しくて，这首歌很可爱，而且就是 MV 也很可爱。大家知道这是哪一首吧？现在只有我在播，对不对？小可爱吗？没有，就是笨茄子。茄子，你怎么可以迟到？虽然我也迟到了，茄子。谢谢豆芽的追踪 ，Hello 傻聪，嗨大只爷，嗨露露，我要忘记你的名字怎么念了 ，Sorry， 请帮我。嗨五月天，谢谢黄鱼的浪漫玫瑰跟专业钥匙，还有假面的告白。还有涵涵跟你，哦，现在涵涵跟你的。今天晚上没有补习，太开心了！国硕可以看我，太开心了，太开心了！今天要讲第二场的 mini concert。对，我上礼拜很生气的时候，我记得，这很生气耶，不是我在说。爱一大哭的，嘿，谢谢易凯浪漫玫瑰。
结果第二场你没去，为什么没去？你有买票吗？买票没去吗？等一下，我想一下头发怎么拨比较好看。随便啊，我现在我在吃牛豆，还没吃饭。我没时间，我在台南补习，所以你上次没有买票。第一场讲完了，哇塞，华华，我看你是造反喽。华华，我看你是造反了你，你造反了你。衣服有吗？对啊，我本来我明天本来握手会要穿这件，但是改了不穿这件。这次提早吃了耶，开开心心，好吃耶，超香。今天讲第二场 mini call， 耶！嗨，茄子，你也太慢了吧！我刚刚跟你打过几次招呼，你现在才跟我打招呼。花花，你是造反的。大象山分享直播间，我怕人还蛮不会啊，我罩你。晚餐是什么？牛豆。嗨，思源，我刚刚手机过热卡了，我没有卡哦，大家。谢谢，你是什么？你是谁？陈恩吗？是吧？谢谢你的枫叶，谢谢贝尔达的人气卡。陈恩，我没有记错，我好棒哦！我怎么记得啊？我怎么会记得嘞？我竟然记得。谢思源的浪漫玫瑰。哦，对对，那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我好像跳到那什么饼干的时候，我的鞋带就掉了。但是还好，因为那两首歌比较没有那么那个。明天要握手了，对啊。嗨，影子，嗨，大条，嗨，企鹅，嗨，林狗，嗨，新鲜柠檬 ，Hello， 安大姐姐，嗨，小野庄，瑞婷超可爱的，谢谢。你的名字很长哎、欸，阿潘下巴四公分，哎、欸，彩杰是彩杰，哎、欸，李彩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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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哦，李彩杰。嗨，小野庄。Hello， 我认做捆缠。对啊，我跟你们讲，我本来没有要哭的，等一下再讲好了，等人多一点的时候再讲。我本来没有要哭的，我要强调，我本来没有要哭，而且我觉得我哭点其实蛮高的，我自己觉得啦。李彩杰，我爱你哦。Hello， 等一下，我才刚学日文，等一下那什么。另，这是另外一个另狗吗？是吗？是吧？是吧？是吧？对吧？嗨呀贵，谢谢爱玩的假面的告白，马上来，不要乱，不要乱，什么事？什么事 ？Yes，Yes， 我好像对我学完五十音了，开开心心，我学完五十音了，耶、yeah。今天的小伙伴就只有 Stella 同类，不是啦，不同，不是，我是说另外一个令狗，令狗跟令狗，啊，你们这样好讨厌哦！不要，我两个都令狗一号、令狗二号这样。谢谢彩杰 kiss 啾啾 ，kiss 啾啾，彩杰 kiss 啾啾我了，耶、yeah ！所以每个人很配。
明天一定要抢到开门，加油！令狗跟令狗，哎，可以这样叫吗？就是另外一个令狗啥？令狗啥？那是六叔叔的哈？梁品君，瑞婷不是天使，瑞婷是天使哦，李彩杰才不是天使哦，李彩杰是恶魔。哇塞，梁品君，你一进来就说韩寒也是天使，你有说瑞婷是天使才说韩寒也是天使吗？是画家没有？对啊，怎么可以这样？梁品君，你也要说瑞婷是天使啊？哇塞，你们到底是怎样？你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文敏君，你这样不行，我好难过、哦。我明明那么喜欢你。嗨，雪冬，谢好孩真情告白，好热，好热，哇，我好热。你要去换再专用昵称过来吗？你的昵称什么？只要说你怎么叫都可以哦。好的。谢谢九蛋分享直播间，谢谢卡车假面的告白，谢谢彩杰 love 是 love you 吗？是 love you 对不对 ？Love，OK、okay, love。任敏君，你怎么可以这样？任敏君，好难过。我真的好喜欢任品君哦，认真，我也很喜欢大家啦。我给你们看我的杯子有多凄惨。我跟我哥还有我姐都是谁送我翻白眼？令狗，你干嘛翻我白眼啦？什么啦？什么对啦？现在直接录影是不是可以领很多飞吻？傻眼，太诡异了吧！任敏君不留言了耶，任敏君为什么不留言？你都只理彩杰，都不理我。停了，什么停了？你刚打错字，瑞特哦。接下来讲，等一下哦，我把留言看完，但我不一定会念，所以就不要太在意有没有念到哦。好，我看完了，谢谢小野壮蓝色元棒，杯子没有妹蛋萌，对，好像没有妹蛋萌。我跟我哥、我姐都有一个，我只喜欢你。怀怀骗人，谢怀怀，谢安娜姐的 love， 他的 u 呢？他是只有变 love 吗？是这样吗？他是改了吗？在干嘛？在哭？为什么要哭？你们今天成员特别新，因为明天要握手会的关系吧。嗨，七宝。好哦，嗨，米索。哎，我想问，我想先问一下，再伸出你，不用哭，我也很喜欢你们啊，我也很喜欢你们，好吗？可是美君都不理我，哎呀，美君为什么不理我？他在跟你打招呼，任品君。我爱大家，我爱大家。泰国机票。谢谢彩杰玫瑰，会推荐我什么代名牌吗？我觉得代销比较好哦，就是避免大家就是可能自己内心戏太多，或是就是成员不知道的问题。对，任品君有新欢了啦，好吧，任品君消失了。好吧，好吧，希望任品君明天会来握我。
连书爽过再飞没关系，飞什么？谢谢林果果，为什么要林果果？林果不是很好吗？还要多打一个果字，多麻烦啊！没关系，瑞典还有你们，对，瑞典还有你们，最喜欢你们了。还有你，嗨狗狗的旅程，期待加入。安娜姐会来问我吗？安娜姐姐要跟我说你是谁哦，因为我没有看过安娜姐姐，我记得。嗨文恩。韩感觉还在耶，韩在吗？韩举手，韩举手，举手，韩才没有那么可爱耶，是不是？对对，安娜姐最可爱，傻眼，彩姐傻眼，给我只是要给你们什么啊？只是要给你们截图哦，那明就很可爱，傻眼，彩姐你真的糟糕。嗨，小雨，好，好热。而且很不好奇为什么他会在这里吗？他原本其实在他的肚子里面，但是因为就是怎么讲，反正。因为原本在他肚子里面是因为太占空间了，然后想说算了，我就把它拿出来。等一下是大件吗？大件你怎么改名字啦？大件，大件你还好吗？赶快把雪莉梅洗干净啦！等一下雪莉梅怎么了？剖腹，都把剖腹了。啊！大家帮我跟任平君说，我很喜欢他哦。任平君，我在找你，不要传了。好，我想看安娜姐姐，我想看安娜姐姐。刚洗了牛奶，哦，真的假的？握手会要找天使讲什么？我跟你们讲，我现在已经有在想每个人要讲什么，所以我要先问一下你们会握几张，因为我怕我讲的话题会讲太久。请说你们要握几张，或是私讯我说我明天会握几张这样子。如果不方便公开讲的话，我需要几张？哇塞，怀怀，我要30张，谢谢。不一定，要看是谁，然后要讲什么。其实我现在只讲了几个人的，其他人我还在想，如果没有聊天要讲什么。你好，我是米索。哎、欸，那个谁，不是说，对不起，没关系，我好像是一张 Apple。现在有三个苹果吗 ？Ringo、Ringo 跟 Apple 是吗？请问一下。哎、欸，不是 Apple 是 Ringo 是吗？等三单，但是有，传给瑞婷，然后问什么？我要一次掉 iPhone， 看你啊，看你。只有一张打招呼就够了，好好好，两光，好两光，两光很简单，两光打招呼就够了，是 OK。这首是不是只有彩燕跟那个爷奶？嗨，萱萱，好多颗什么？所以不是不同，是不同人哦。太烦了吧？不是啦，年战是啥？你好，我是来了啦，结束。先丢一张看情况。什么？怀怀，你只握一张，你只握我握一张。哇塞，我心都要碎了，怀怀，怀怀，我心都要碎了，你知道吗？哦，有可能是我今天特别有精神，原因是因为我今天下午睡觉。明天应该是第一次的任请多指教。好的，请多指教。韩叫我们不要传给栗子刚，他传给 Apple 就可以。是就哦，对，我没有记错，传 Apple 就可以。什么啦？先自我介绍，对，大家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
可是自我介绍不要让，就是怎么讲、啊？怎么讲？也不是说不要让我们难接啊，接的部分是我们要接，要我们看我们的功力如何。我刚刚发人民区吗？我打。你不要在我这边台，你想什么？你不要一直在我这台 Q 人品君好不好？人品君是我要 Q 的 ，OK？ 嗨，季风亮，你要哭了，笑死！不要，你看安娜姐姐对你多好，需要做，我只有两张，分开还是一起？国树，你要分开还是一起哦？天哪，这有点难抉择哎 ！Oh my gosh！ Oh my gosh， 这有点。这要看你们要不要分开还是一起啊？我想一下跟国树聊什么。好，我想到了，结果你自己讲出来。我不是很介意他牛奶到底有没有打翻啦，说真的，毕竟我牛奶是不会打翻的啦。哈哈，明天会不会出现？哈，自己爆料。阿海回来啦！你想到有这么快？对，就是这么快。难说，我不会打翻。对啊，我不会打翻啊，怎么可能会打翻呢？那种，怎么可能呢？涵涵这么小孩子气，我才没有那么小孩子气嘞！涵涵，我爱你的啦！刚被叫走了，太夜了，讨厌！我爱你，涵，不要生气哦，涵不可以生气哦，我只是开玩笑的哦，不可以生气哦，真的不可以生气哦，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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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哦。我拿肉球贿赂你，偷偷 diss 我耶！嘿嘿，嗨，真真，小情歌真的很好听。我刚睡起来，然后突然，等一下，我接下来讲 mini 控。啊，好，其实 mini 控也没有很多可以讲，只是要跟你们讲，就是你们真的是很感人哎，真的是 Oh my God。等一下，我现在我要先讲，就是我原本嗨珍珍，嗨杂工，你嘴打破，我不会打，哎、欸，我打破吗？哎、欸，我讲你们俩真的相像，好了，看在肉条的份上，我跟你们讲，其实涵涵爱我的，真的，接受。然后嘞，我讲到哪里？就是我原本没有哭，涵涵，我要 kiss 啾啾，涵涵，涵涵 kiss 啾啾。谢涵的玫瑰，耶、yeah, ！你看，我就说涵涵爱我吧，大家看到没有？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刚开学嘛，其实我跟涵涵会就是会聊一些开学的事情，对，我们感情很好的，大家感情都很好的。嗨，椒盐薯条，特别什么？没有，真的没有飞出去，耶、yeah ！谢令狗真爱钥匙，还有令狗好多的 kiss 啾啾。令狗为什么是二号机？你一号机在哪里？请问一下。谢好孩的 kiss 啾啾，都是小高一。对啊。谢谢珊珊的 kiss 啾啾。所以后来为什么哭？我跟你们讲，等一下，我跟你们讲，杰瑞 CP 诞生了吗？可以哦，我觉得可以。彩杰可不可以？跟我说可以哦，我劝你是说可以哦。没有啦。可以啦，我们一直都蛮好的，大家。哇塞，不，李彩杰，你说什么？你再给我回答一次。谢谢深深，我刚才念过了，我刚好念过吗？没关系，我再念一次。谢谢你的 kiss 啾啾。一号是 Ringo， 什么啦？我有哭，阿 Ken 你有去看吗？开玩笑的，嗯，很好。所以他的开玩笑的意思就是好的意思哦。谢谢张雪 Love， 谢谢怀怀的 Best Wishes， 还有打杂 Young Boy 你怎么那么晚来？你刚刚在干嘛？的假面告白，好啦，你看，看得很清楚哦。好阿 K 啦，好阿 K 啦，阿 K 啦，看到没有？哦，你在倒数第二排，看不太清楚。那你有看到谁哭？请问一下，你有看到谁哭呢？
都没有，明明就你施家才没有嘞。吃晚餐，你有很锐，我有听到，真的是很感动哎。你们知道你们越喊就是越容易哭吗？但是喊的时候是就是感动到哭这样。耳铃姐 ，OK 的，很高 ，OK OK， 可以接受好不好？因为它很高，可以吗？谢谢蛋糕的 love， 我刚是念过。谢谢夜郎的浪漫玫瑰，我一直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念过哎，到底。在 MC 干嘛看到团员的脸？那我没喊，那我不是喊你，不是好不好？喊瑞婷和大家 ，OK 的，华华可以跟你说拜拜了。原本没哭都被喊到哭，我跟你们讲，就是我原本当时在跳樱花瓣嘛，就是uncle 的时候，你们不是叫 team TP 吗？就当时已经就心里已经够暖了，然后都有喊 OK 的，然后就是当时已经够暖，然后就然后就上台嘛，上台是跳那个，然后还有。樱花瓣，然后这个的时候还好，就是开开心心这样。到，我想要我讲什么汉莎 ，Team TP 啊 ，Miso， 你是没去吗？然后，华华再见，没有啦，华华留下来好不好？华华留下来。对啊，我说饼干在樱花瓣啊。阿华你还好吗？阿华你还好吗？哎，阿华我觉得我已经记得你了，厉害吧？厉害吧？加退了阿华。其实没厌他。你看人家塔瓦哥都进状况了。没，你刚刚没讲到只有比动作是吗？我刚刚讲哦，是哦哦哦 ，OK。瑞婷是敲到头，哦，这也可以讲哦，真的会被气死，但是还好，很痛，我跟你讲，很痛。在 TTP 的时候，等一下先我讲完好不好？我要讲樱花瓣，就是饼干还是开开心心。就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喊那个，可是我来不及，因为我是最后面进去的，所以就是。来不及，你知道吗？来不及，就是那个喊队长诗雅辛苦了，我都喊到诗雅辛苦了，我都喊到雅辛苦了，这样。然后嘞，然后就这样，就是对，来不及，因为我是后面的。你怎么到底为什么那么多疑问？然后牙辛苦了，没错。哎，海涵还在哎，好难得哦，谢涵涵还在。涵吃晚饭了吗？然后我们就，然后嘞，没有，我现在在想我讲到哪里，我这样牙辛苦了，然后就开开心心就度过了饼干，然后再来就是樱花瓣。樱花瓣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当时什么时候哭的。就是跳一下跳一跳，我原本没有要哭，就是我如果你们没有喊 Team TP， 我真的不会哭。但是就你们不是在有一段的时候喊了 Team TP， 你也是刚，我知道你刚下播，赶快去吃饭啊，快饿，我现在饭有在旁边，牛洞，然后就在就你们那一段间奏喊 Team TP 的时候，真的是很好哭哎、欸，真的很好哭。就是一个要哭的节奏啊，超好哭的好不好？我跟你们讲，真的是很好哭。而且，可是当时你们喊完，我就是又更暖了一点。然后就是觉得天哪，也太欣慰这个词是不是用的不太好？但是就真的很欣慰，就是啊的这种感觉。对，然后到就 Team TP 的时候，我本来就眼泪差点要出来了，还没有出来。就是 Team TP 喊完之后，你们不要这样。你说再喝牛奶的部分吗？明明是天的，我哪有凶你 ，Miso， 最后排音席，不能问一下。
哦，米叔不要哭，哎，米叔，我想让青蛙会来吗？我想看青蛙，或是青蛙会来看我直播吗？青蛙姐姐，你是在上课来的，你先走了，好，上课加油，补习要加油，我这时间好像也都会去补习，对不对？加油，蒸薯条加油。青蛙不想看看我吗？好吧。瑞婷姐姐，勇哥。那女孩让你每天意乱。哇塞，是妹妹的话太女汤了吧？然后。就是听 TV 的时候，就是已经差点眼泪就要夺眶而出了，但是还没，他在旁边啦，青蛙姐姐我爱你哦，然后就是还没要夺眶而出，嗨齐月，然后就差点要夺眶，就是还没，然后到最后面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又喊了什么？你们又喊什么吗？因为我记得我明就忍住了，我是到唱完的时候才哭的。你们有喊什么吗？有吗？开错人了，没吧？就听青蛙青蛙姐姐，听天天，派天今天没来，派天在哪？没吧？所以就是樱花瓣，反正就是。当时眼泪就是已经差点要夺眶而出，然后到最后就是林杰，因为在我旁边嘛，我好像不是看林杰，就是，怎么讲，就是你有酝酿一些情绪，不是酝酿啦，就是因为当下听到就是很感动，就是真的很感动，然后很欣慰，然后就是你会想到，因为我其实最近情绪不是很稳定。说真的啦，但是最近有好一点，就是前几个礼拜情绪不是很稳定。嗨，哥哥，你可以出声，他出声了，你没有听到吗？你有听到哥的声音吗？再一次。Hello。你叫我不能说话。没有，就是不要太常说。有哦。辛苦了，对，因为刚开学，所以其实。就是很多不习惯的东西，等一下我讲讲，我差点就要哭出来，不行，罗瑞婷，你给我冷静。转推哥哥，哥哥不要肥，不是哥哥不要不要，哥哥不要。注意用手。然后，哦对，说到哥，你好烦，然后。哥哥长得像兔子吗？不像，像猪。然后呢？我讲到哪里？情绪很不稳定。哦，我现在补充一下，就是那个令狗是不是有讲令狗的？哦，对，就是大家的那个 report 我都有看哦，大概都有看。就是如果你有标或是没标，随便，就是只要我有时候会就是对，就是查水表，然后我就会看到。然后令狗是有说，就是我说一个粉丝很像哥哥，不对，我是说一个粉丝很像我哥的朋友，不像我哥，是很像我哥的朋友。对，你 report 发 PTT， 国顺你可以传给我吗？声音有磁性，他们说你声音有磁性，哎，我也这么觉得，有感冒了，最好是吧。然后就是我讲到我哪，就是刚开始，就是我真的，我没有在就是挑拨同情或什么，就真的就只是情绪很不稳定。然后就最近好一点，所以不用担心啊，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前，为什么没有音乐？
哦，他应该是在宰。等一下哦。嗯。噔噔噔。很慢呢，有了。好了，我现在好了，大家不用担心，也没有到好，就是又好一点。对，大家不用担心。好，我不是要，我不是要，我不是要强调这个重点。啊，这首有点太嗨了，我想要不要那么嗨的，但是有点开心的，我想一下。啊，我们来听《卡里帕米帕米》好不好？だんだん今楽しすぎる理由をして然后呢我就想到就是最近不顺吗也可以就口直白一点就是最近不顺的事情就是自己情绪的问题然后就种种我自己觉得我很挫折的事情韩还在耶我要哭了李彩杰李彩杰我爱你啦李彩杰李彩杰你有什么学校的事情我们可以就是互相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之前也有聊一下然后就是我们都有互相在聊一下最近的事情对好啊然后我爱你然后就是我想一下我找哪里反正我就想到然后就是看到大家哭了然后我想到了就开始哭了就是然后你们又喊就是你们又喊应援啊什么的就是更容易哭就觉得啊还是有人就是在陪我就是还是有人支持我菜你要鼻酸不可以鼻酸对然后算是看看不是看看一点啦就只是可能有改善一点吧然后就是所以就是这样就是你们很真的是很暖心然后我也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就是不要觉得当你觉得自己一个人就是很孤单的时候呢我们也都会在好吗就是就算你身边的朋友不在那你来看就是你来支持或是你看我的直播或什么的就是我一定也是会陪着你的那个角色哦对我没有哭我不容易哭的好吗羡慕有哥哥羡慕哥哥哥哥几岁啊？秘密。明天你的数学是给他不接差点就要骂他了。你当然还在。你怎么还不吃饭？不饿吗？你是要减肥哦。青蛙说他没有天使的，米草分给他，米草。还是 Miso 只有买一张，哇塞 ，Miso 你只买一张你就不行了你。哥在读书吗？哥现在在玩游戏，身边还有很多人陪。对，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就是已经觉得啊没有人陪，就是自己很孤单，然后没有人了解自己的话。就想一下我啦我们都还在啦我可以给他都给他不用都给他 Miso 我还是想要看到你的好吗你可以留一张给自己其他给青蛙还是有人在支持哦你说支持哥哥吗哥哥可以唱歌吗不行想减肥没有我是说他想减肥吗是问句是指你啦好心就是差不多这边就哭的感想差不多这边然后想吃嘛然后进后台之后就是我有哎、欸、等一下我要跟大家我一定要强调一下因为我觉得坐后面的大家其实真的蛮可怜就是因为我有去过演唱会所以我知道坐后面的感想所以我很努力的在跟后面打招呼像是右边后面然后左边后面或正中间后面都有哦
我比较没有那么喜欢这首，这首比较可爱，还打到头。对，我要讲打到头的环节了。哥哥，我可以唱歌给你听吗？不是我，是我粉丝问说，哥哥，我可以唱歌给你听吗？好可怕哦！你只剩一张了，好了，没关系，咪手来就好。然后还没坐过后面的位置，很幸运呢。当下刚好对，好，我要讲了，就是打到头的部分是在跳 TTP Festival 的时候。谢谢 Ben Love You， 我想要自己加 Love You 哎，不管我要加 Love You。好的，怀怀，你可以不用再强调，再强调真的就要掰了。最前最后都做过，不是很幸运，我都买最贵的。但是就是至少你还可以买到最贵，你知道吗？就已经买，就是我已经买不到，对不起，不用对不起啦。然后嘞。我换个歌，嗨健身，哎，那大家那个大健是不是不见了呀？大健刚是不是有来对吧？大健有来对吧？然后他现在不见了。大健好像不是很好哎、欸，大健乖啦，也不是乖，大健就是人生难免有低潮嘛。希望我们可以不知道没关系，希望我们可以陪你们度过低潮，这是我们怎么讲，就是可以做到的事情。谢谢青蛙的 love you， 青蛙我也 love you， 谢谢彩杰的 kiss 啾啾，彩杰。谢彩杰 kiss 啾啾啾啾，彩杰啾啾，不知道哎、欸。对啊，以前好像没有看过健身，健身可以多来哦，健身。谢谢 ET 的掌声鼓励。新蜡笔小真的假的？不知道，你们可以关心他。你处人生高峰，很好哎、欸，那很好啊。趁这个时候好好开心一下，毕竟人生就是高高低低嘛。谢谢 Miso Love You， 谢谢勇敢的玫瑰，还有真真的 Kiss 啾啾，真的还在耶，嗨真真。我们也想，对啊，你们有做到了，我们那个 TTP 的 Team TP 真的是很有用，真的是 Oh my gosh， 哎呦地震 ，Sorry。一声哎。谢谢健身的 kiss 啾啾，高峰在哪？也许就现在吧，勇哥，看到我就是你人生的高峰了。明天就是你人生的高峰了，勇哥。谢谢茄子，掌声鼓励茄子，你又没讲话，茄子。不是说我不是只有一张天，什么意思？你到底是怎样啦？什么意思啦 ，Miso， 你话讲清楚、哦。希望明天也获得一些正能量。你说你吗？我会给你满满正能量。Lingo， 你多会点，我跟你讲，你明天就飞得出去了，开心到飞天，飞得出去。嗨，宇哲，谢谢 Kia， 掌声鼓励。真是没有填到瑞婷，好，下次等你真真，好，涵涵，你再切，不要乱按罐头，会笑死。在外面 shopping， 哇塞，还 shopping 嘞，真好，真好。现场装翅膀吗？好，我讲到哪里？
PTP 对不对？就是，好，我先播 TTP 好了。你要去吃饭饭了，好，赶快吃，吃饱饱，吃饱饱，明天见，哇哇，拜呼，大家跟好人说拜拜。啊，我喜欢这首哎，没关系，等一下再来听就好。我们再来听 TTP， 因为我是在 TTP 的时候被弄到的。好，我等你们跟他打完招呼，好不好？等你们跟他打完招呼。不行，阿华你留下来。阿华你留下来。等一下，我要等。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打完招呼了吗？打完招呼了吗？哎呦，我现在怎么长这样？打完招呼了吗？勇哥，你也留下，谢谢。在小盒子，你刚付了，虽然没有。好，那你可以分你那给青蛙啊，我想见青蛙。对，没有抢到红包。好哦，大家打完招呼了是吧？气儿，你也给我留下，大家不要闹，给我留下。我要讲我被打到的事情了，你不想听吗？很想听吧，好，那就留下，耶、yeah, ！大家都想留下看 rating， 我知道。好，我要来播了。就是这里，我跟你们讲，有没有听到？就是前奏的部分哦，前奏的部分有听到吗？大家有听到前奏的部分吗？就是因为我们是黑，我们当时跳完是哪一首？哦，绿草地，然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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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黑，噔噔黑，然后黑，然后黑到右边嘛，黑到我们舞台右边，你们的左边。然后呢，我那个谁，蔡澜站在我旁边。派天，派天，你怎么那么晚？派天，派天，你怎么那么晚来？派天，然后呢？蔡澜站在我的右边，然后就噔噔噔噔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动一下，动一下，这样，就是 party 的感觉。然后噔噔噔噔，然后呢，就在他打，就是在挥手的时候，我转过，哎，我转到哪？反正我就被打到，哎，我不打哪这边吗？这边还这边，我忘记了，就是我被打到头，然后面面就这样。然后我就被 K 到，超痛！我跟你讲，超痛的。然后我当时，超痛，打到哪里？打到这里还这边，很痛。然后他就这样，他就超好笑。哎，不要那个，不要一直出来，好不好？好痛。然后，好，然后他就这样，他就很惊讶。我打到你了吗？这样我就，然后他就，然后我就，就这样，很痛。但是当到后台换衣服嘛，因为我们要到后台换衣服，就还好了。对，到后台之后就不痛，还好了。对，很痛。哎，他有给我看到是吗？黑到一个是一个，哇塞 ！Apple， 谢谢 Miso 的粉笔，谢谢阿华的掌声鼓励，还有 Miso 的 Love You。睡觉哦，拍电视，哎，拍电视很拍，睡觉，好睡觉，睡饱饱，睡饱饱。害羞已经退潮流，你是哪个？他终究并非你最想追求。谢谢轩轩的 Love You。谢谢小飞鸟的 kiss 啾啾，阿华的 kiss 啾啾，轩轩的 love you， 子阳的假面的告白，还有阿华的 kiss 啾啾。是说我要抱怨什么事情？我要抱怨什么事情？哦，对了，我不是上次，等我先讲一下 MC 的部分，我打回去，但是没有啊。反正就被打到了，就这样。但是还好啦，对，大家不要去面面台那边说什么，就是
就是你怎么可以打天使这种，我知道你们是就是故意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会比较好，我怕他觉得就有时候多了会很烦，所以大家还是不要比较好哦。雅思才是腹黑，那是雅恩。哦，家庭聚餐先走，好鱼拜拜，吃得开心，不可以打架。云雀过来关照，对啊，超明显，真是假的？陶老哥坐哪？我没有看到陶老哥哎。而且今天有下雨，对不对？我快疯了。哥，你在干嘛？泡可可啊。你在泡可可吗？没有，我只想喝牛奶。哦，好，那算了。我还是雅倩打的，哇塞！哎、欸，我要来听刚刚我想听的时候。谢谢新鲜柠檬假面的告白，这首吗？对，这首。哒哒哒哒哒哒，谢谢青蛙姐姐 ，love you。谢谢建轩的蓝山人吧，谢谢建轩的浪漫玫瑰。我刚刚是不是念过？我刚念过吗？没有吧？念过了吗？没关系，再念一次。还有子阳的假面的告白。对，我现在看起来是对，很乖。温良恭俭让。哎、欸，那个国树，你这礼拜有在那个吗？有在抽筋吗？有啊，今天有下雨，还是有，还有雨停。哎、欸，可是我真的怀疑我是雨停、欸，哎，就是雨声的概念。明天有机会叫我小太阳，应该不会下雨吧？希望我也希望不要下雨，拜托不要下雨，我真的好担心下雨、哦。这样打的，哇塞！不要这样，卡丘，眼影都很红，没有，就是，对啊，好像蛮红的，没关系，是佳丽耶，真的假的 ？Hello，Hello， 佳丽，台风进了吗？真的假的？假的，假的，傻眼。然后我讲到哪里？我讲我被打，然后 MC 的部分，对对对，我被打的部分讲完，再来是 MC 是，就是原本因为我们会有时烟瘾好红。可是我原本眼影就画这样、欸，可能是灯的问题吧。我灯那个什么 ，mini con 的时候也画这样。先去吃饭，下次见，健身下次见，拜拜，要见哦，下次要见哦。嗯哼，很红的眼影。很爱兔子妆，没有，是只会画兔子妆。那黑呀嘎啦，有没有哈基玛玲玲？我礼拜天在日子冲。对啊，国树，你是认真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吗？虽然我不是很想笑你，但是真的吗？真的。我说为什么一直抽筋啦、啊？你为什么一直抽筋？哦，对，今天教师节，对不对？大家教师节快乐耶、！我可以背诗说给你们听哦，你们要听吗？我最近在背诗说。你右脚踝为什么？卡丘怎么了？谢瑞婷，不会不会。假不足，要听要听诗说谎，我只背一段，什么圣人无常诗，孔子诗坛子，长虹，然后嘞是老乡吗？是吗？长虹老丹那什么什么香，诗香哎、欸、是吗？随便啦，我不然就忘了。
然后嘞，然后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师乡啦，我记得师乡吧。你名叫我吃香蕉，笑死。然后是吗？坛子长虹，吃香老对吧？我记得吃香，不是那个香啊，那个睡睡香。你们到底这到底怎么抽筋？你们到底为什么会抽筋？太奇怪了。然后吃香老丹。哦，然后坛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然后，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我背完了。不是那个香，是那个香，你知道吗？让，没有盐。第一天就为什么会扭到脚？在家抽筋是电解质不平衡哦。哇塞，令狗你超级专业，连蓬头水冲到。你怎么踩？到底在干嘛啦？告诉你到底在干嘛？可是我真的就是，但是耳朵进水就出不来的人嘛，我是耳朵进水又出不来，所以就是要去耳鼻喉科把它吸出来。谢谢 Ben 的玫瑰。我们被当三点的不要扯，派怀的部分，谢谢 Kira 掌声鼓励，七月掌声鼓励 ，Miso 掌声鼓励，香了，对 ，Lingo 很棒 ，Lingo 哇塞 ，Lingo 博学多闻喽，香没有盐，啊你好烦，一百种抽筋的原因。我就也不是为了你抽筋，很痛苦，腹肌都变僵硬了，很好啊，腹肌变僵硬是好事哎、欸。我也不是为你，对啊，不要为了我抽筋了，为了我开心好不好？大家要为了我开心。然后我讲到哪里？你听不懂哦哦，我在背诗说。对，天天滚被当成还干嘴，等一下你们真的很凶，谁要为热抽筋了？然后，国树你真的好惨哦，那为什么会抽筋？你们抽筋的原因都很奇怪耶，你们好奇怪。然后。开心不是，怀怀不是，你跟他们都欺负我，天天乖，天天太天不要难过，你是用光了，哇塞，果子嘴巴甜，遇到你们也是用了我一些运气啦，不至于用，好像差不多用光了，你们真的这群吸血鬼。没有，我跟你们讲国术抽筋的事情，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每次国术讲抽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怎么觉得可爱甜甜？哎，派天 Miso 对你，青蛙姐姐 Miso 那个他怪怪的，你要不要那个对？青蛙姐姐，刚是偷渡，对啊，我刚偷渡了一下，不要偷眼，哪有？好，怎样？米索怪怪的，对啊，米索怪怪，你们都怪怪的。谢卡丘的真爱钥匙。
他平常就这样。我跟你们说，我今天上吉他，然后我一直被吉他老师闪到，我快气死！谢谢贝兰的幸运之冠，青蛙姐姐辛苦你了，他平常都这样。礼拜天的时候健身有很臭，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我只知道，那个什么，你们那个，烦，就是你们健身的时候也是很让我感动的，就是你们有喊瑞婷，我听到了各位。话说那个，我有拍一张大家的照片，有人有发现自己在哪里吗？还不是你们喊。有人发现自己在哪里吗？有人有出现在照片里吗？应该都有吧。他回我，有啊，你在后面喊，有，我有听到，应该啦。茄子 shopping 开心吗？我也想要 shopping， 可是其实 shopping 很累耶，我觉得。最黑的就是我，还好吧，我本人没有很黑啊。最后面这边他们有，因为在海景第一排。人不重要，你讲这句话，然后配那个表情，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我要吃一口牛冻，大家可以先聊个天。莫呆奈嘎啦 ，Hi Josie， 莫呆奈嘎啦，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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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你先去看棒球，哈，我吃一口，不要走了，不要这样。好吃牛冻，好吃。没有没有 kiss， 我吃葱温玉，好加。谢谢大可爱。为什么？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Lingo。我前天你为什么没进啊？你为了进我们。就是站跟我们挥手，然后在那边站两小时嘛，认真。为什么学子全失？好可怜，我最讨厌学子全失了。学生真的很讨厌哎，超级。我就是下雨的时候鞋子全湿，就是最讨厌的事情。我真的很讨厌就是湿的感觉。很烫。然后嘞，然后。你吃一口去买饭应该还行吧。我不要这样。好啦，你很饿吗？你很饿就去买啊。好拜，吃饭开心。谢谢大可爱。你说我吗？谢谢阿华 ,love you。吃什么？吃牛冻。谢明手 ,love you, 勇敢的枫叶。阿基亚蓝色圆棒，嗨托姆，青蛙 love you， 青蛙姐姐 love you， 等一下，我今天专心的不行，我在直播哎、欸，
没有人喜欢茄子进水，真的是很可怕。茄子也真的是很可怕，表情超可爱，谢谢浩，可以加退喽。先专心吃，不用不用，吃一口就可以了。茄子不想，哇塞，派天你不要这样哦，因为来不及。什么真来不及真香就完售了？你在讲什么茄子？明天直接绝对绝我，不要这样。对啊，派天不要这样好不好？派天，派天不要乱讲话，派天，大家不要乱讲话哦。什么？其实我也不知道松露有什么美食，认真。嗨，志祥，嗨，小飞鸟，谢谢令狗的 kiss 啾啾。嗨，易凯，谢阿华 love you。燕郎，欢迎回来。可是茄子要买礼拜六，没关系啦。我先说十分钟哭啊，真的，今天雨真的是很可怕，我不行啊。这也是我今天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先讲完 MC 的部分，大家要等听 MC。什么东西今天杀出来听不懂？什么啦？什么茄子？什么？也是很对啊，茄子很有爱。嗨，尾鱼，另一口。谢卡特，我正在要吃夜郎的玫瑰。彰化好热，我今天好热，我也不要下雨。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今天昨天有多荒唐。好，好，然后本来因为我们是，因为我们 MC 就是会有时间的限制，或是就是时间不够的话就可以讲多一点嘛，所以我们就一定会有想主题。然后不是我们大家我们不好了，茄子，茄子乖啦，茄子。茄子明天会来吗？你明天不来的话，我就不能怎样？对，我就不能怎样。好了，我希望，哎呦，又地震 ，sorry。我希望明天都可以看到大家哦。就真的掰了，立功。真的假的？国硕真的不会去吗？你不要那边那个。好，我希望人民君来看我，大家可以跟我转，帮我转告人民。哎、欸，爸爸，爸爸，爸爸，你来看我吗？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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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嗨，尾鱼。嗨 ，Steven 跟阿志，国硕有很多个不字，他说不会不去啊、哦，对不起，我看太快了。你的如果你好德全要跟我讲你是谁哦，因为有些人我不记得。阿贵，阿贵，你刚在哪？阿贵，如果没去找，哇塞，派天，你是不来找我是吗？我会难过，我会难过而已。志伟，那我记得志伟，志伟，你什么时候跟我见过？不行哎、欸，因为那个上次握手有点久远，所以卡丘比较好记，卡丘很好记，就对啊，长跑活动其实都比较好记。双重否定，我知道是双重否定，我刚刚没有看到，好不好？没印象那不去了。哇塞，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不能这样吧？不，我没有一定要对你有印象，只是看你来的几率有问题啊。都那么久了，你有一家纯粹名牌 ，Miso 也蛮好记的。Hello， 刚刚去吃饭。阿贵吃什么？虽然不会问，但是哈，爸爸你这样不行啦！你怎么可以这样？爸爸你怎么可以不来我？我爸爸我好难过，爸爸我好难过，你怎么可以这样？爸爸。并不会，大象山不会来吗？很吸管什么东西啦？嘉阳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有吗？好像也，我不能很确，因为我不很确定说我对你有印象啊。就是如果我对你真的没有什么印象，我不能很确定说我对你有印象，不然到时候你来，然后我对你没印象，不是很尴尬吗？对吧？大家请就是。理解一下，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记，就是有记得就是有记得，没有记得就是没有记得，我们不一定，对，
设计点去找过你，设计了很多人呢、欸，请不要记得我，这次绝对不记得三单好不好？爸爸你说的，你三单要来找我，你说的哦，大家要截图哦，如果爸爸三单没找我就截图给他看。去吃挂包，日本吃挂包吗？好吃吗？请不要记得我。Yoga 我怎么讲 ？Yoga 其实不太好记耶，就是其实 Yoga 有来有握过，我记得，我知道你说，因为你我跟你的印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你说你说你知道我是谁吗？还是你记得我是谁？我就说提示一下说 Y， 然后就 Yoga 这样。可是其实你蛮难记的，所以我都会做自我介绍。我记得好像有一点印象，这样好像有点印象。大家还是要做一下蔡马逊，我根本没见过你吧？我这次卷也不多，阿贵明就不会。哎、欸，对，阿贵会来耶。阿贵，你会来问我吗？我刚突然想到阿贵会来耶，所以说还是该聊我的不是。开玩笑的，你有田瑞迪好，志伟明天记得说你是志伟，我应该会记得。大部分有来的话，请不要记得我。谢谢陶瓦哥，陶瓦哥会来吗？二单握你两张，好的 ，Apple。十单，哇塞，十单。那你干脆不要来好了，不是了。什么意思 ？Apple， 你什么意思啊？大概对啊，拍片我根本没看过你，好不好？阿贵已经对我刚刚突然想的，阿贵你会来问我吗？真的靠生日会一战成名，不用名牌，对公司不用名牌了，对。拍片我帮你一个一个小盒什么东西？明天不能去，哈，好吧，那下次要来哦，尾鱼。怎么了？刚卡了是吗？不过券不多，好，阿贵要跟我说你是阿贵哦，因为我好像没，对，我没见过阿贵，对不对？被呛了，呛呛，不是啦，谁叫你要讲那种话，真是傻眼。要搞不用，你们就跟我讲，是就是。哎、欸，卡了耶！真的卡了耶！卡了，眨眼。派贴的照片，好啊！哎、欸，为什么卡？哎、欸，哥，你不要玩游戏，可以吗？可是没有你游戏不会用网络吗？好烦哦，它会卡哎。有，刚有卡一下，大家还好吗？大家还好吗？希望他不要一直卡。现在不会卡了，目前顺，那就好。谢谢哥哥，耶、yeah ！大家一起刷，谢谢哥哥。这没有关系。你可以跟哥对战吗？什么意思？你要跟他对战什么？好哦，我讲到哪里？不管我要讲 MC， 我们今天要把 MC 讲完，就是玩游戏基本人卷傻眼，不用哇塞 ，Miso 你这是什么青蛙姐姐 ，Miso 怪怪的青蛙姐姐，没有哎、欸，我哥在玩就是广告打很凶那个游戏，哥哥现在在玩，他在玩魔什么什么人，对吧？对。我哥还蛮资深的啦，听说我们要有 Switch 了，谢谢哥哥，我们要有 Switch 了。好的，这个话题就到这里。好，我们讲到 MC， 就是我刚刚不是讲到 MC， 会有就是。维尼是 bingo 的哦，其实就他有在玩，这对他说很好玩。OK， 我不玩手游，但是我想玩手游，但是我玩手游就是不太能坚持，我不太会
坚持一个游戏，因为玩一玩就是腻了。日常被敲才没有嘞，茄子。然后，青蛙姐姐讲得好。然后到哪里？好不好？不要。对对对，那个哦，等下可以再跟你们讲。我对，那是我先讲 MC， 就是我们会有时间限制嘛，然后有如果还有时间，就是要讲下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一定会想很多的话题，以防没有东西讲。然后我们就想一个话题是没有限时，但是会有下一个那个要赶啊，就是节目下一个歌曲，对，然后。然后嘞，我想一下要怎么讲，我现在有点宕机。对，免得人抢。对，然后我们就想了两个话题，可是我不知道原本有说就是要讲，就是我这个礼拜开什么车。原本想讲这礼拜我开的是云霄飞车，对，因为上礼拜是碰碰车嘛，所以这礼拜是云霄飞车，但是没有讲到，然后。再来第二个话题，就是我忘记为什么，反正就是突然就想到说，就是要抱怨，好像就是我要抱怨蔡澜在我旁边很吵，因为我们就是休息室，为什么是云霄飞？因为好玩啊，因为小朋友可以搭。然后。不是，我们只是一个梗，虽然他没有，他其实在后台没有很吵，欸，好像蛮吵，随便啦，就蔡恩啊，我跟蔡恩其实很好啦，对，他有在后台睡觉，他上礼拜睡觉，这礼拜没睡，上礼拜有睡，这礼拜没睡，是吧？这礼拜我记得没睡，或是我忘记了，对，我记忆力一向不是很好，大家都很清楚，然后。对，就这样，所以也没有就是这样，就只是一个梗，一个话题让大家聊。然后再来是自我介绍的时候，就第一，因为上礼拜那上礼拜那一场面面在睡觉，上礼拜那一场面面没有睡觉。然后上礼拜那一场是佳丽自我介绍完嘛，然后就是大家反应很热烈，然后我要自我介绍，但是就大家都在讲，就是都蛮有反应的，所以没有很安静，所以我怕讲话没有人听得到，所以呢阿潘就看到，他就说他就有带一个天使要说话，这样就是还蛮谢谢他的。然后对对对 ，mini 空地都有水，然后。然后嘞，对，然后反正就这样，然后我就自我介绍嘛，然后再来就是那一场自我介绍完之后，我们退场，然后退场的时候，阿潘有不是有抱住嘛？第一场的时候，阿潘就是扒着你，然后他就这样抱住，就说走开，然后工作人员就说，哎，这个反就是感觉还蛮有趣，就是还蛮好笑，就可以继续用这样，所以我们就继续用，然后第二场就讲完之后就比较多人，就是我说就是要扒着你嘛，然后再就比较多人，这样就是比较有趣啊，大家不觉得有趣吗？我觉得蛮有趣的耶，好，对，就是这样，呜呼呜呼呜呼，哈哈哈，要怎么关起来啊？救命啊！救命啊！等一下哦，关不起来，我突然不知道在哪一个页面了。怎么会这样子？
关不起来了耶，各位。我看一下哦。等我一下，大家等我一下，突然关不起来了 ，sorry， 我不知道怎么关嘞。等我一下哦。哎，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关呢、欸。怎么办，大家？可是我现在还在播哎、欸。怎么办，大家？对，我现在还在播哎、欸。还是我就直接就这样，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这样看自己吗？就是放大觉重开也可以。就是我现在在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关起来的概念，然后他现在可以看成绩单，要怎么关呢？大家知道怎么关吗？有点尴尬 ，sorry。左右滑看看，有了，天哪，天天你好棒哦，救赎，天天你好棒哦，我要哭了，没有叉叉，刚刚那边没有叉叉哦。Sorry， 我刚突然不小心那个了。大家还好吗？大家？等我，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热了，太感动了，还好还好又回来，是 Lucky 耶，那黑色的提示可以不要一直出来吗？我觉得有点讨厌。哎，你没有关系，有好不好 ？Lucky， 我有看到你耶，演唱会的时 mini 控的时候。有，我有看到你，我有看到你跟青是吗？你是跟青坐在一起吗？我应该没看错吧？天天不是本来就有推了，推什么推我吗？对啊，派天推我啊！是不是大家快看清了留言？瑞婷这个都记得好强是吧？我有看到你们两个，你有看到我刚有对到眼吗？先看直播，等下去，太酷了吧！天天有紫金色，所以有推。为什么天天喊小晴救我、啊？派天，你为什么喊小晴救？为什么派天？我嘘。Oh my god! Oh my gosh! Oh my gosh! 太可怕了！还好瑞婷不会问我有没有推，因为国术一定有推啊，所以我不用。我有跟你们对到眼呢、欸，就是有时候。谢谢好孩的枫叶。等一下，我刚刚那个事故发生后，我现在不知道到底要讲什么了。我刚刚讲到哪里？哇塞，国树，你现在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国树小朋友啊，网络大大，网络卡了，卡，哎、欸，好。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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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怕了。但是要赶下高雄，没办法了哈。夜野狼村里面不会来吗？对，所以国树有推我，对，很好，就是这样，对，就是这个结论，就是国树有推我，国树。谢谢吉米哥的枫叶，夏华的 love you， 什么会想？没有，公司没有转推啊。哦，对对，我讲 MCU 对。好，还有眼皮熊，真的，我刚刚真的脑袋空白，我讲完然后扒着我这样，然后我们就对，就是这个 MCU 就差不多这个吧。然后这礼拜跳那个。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有报道，然后呢，就写说我在后台写功课，这是真的，我真的把功课带去后台写，然后英文都有林奕云同学教我的。我功课很多，蛮多的。你看，大家有看到，那些没有看到的人，请不要让我紧张好吗？有哦，布丁超不，我不带作业去，我会就是直接带。林允教我英，对，林允教我英文。你为什么要这么震惊？当然是都有啊。阿贵怎么一直进进出出啊？一直重进来，感觉还好还好，大家还蛮温柔的。可以找我，可能对，就是把沟通，高中真的好难。他在台湾网络不稳哦，真的、哦？是不擅长英文吗？不是吧？不知道，我全部都不擅长。我不擅长读书，怎么讲也不是，可能不擅长，但也可能不喜欢吧，因为我觉得有点麻烦。哎呦，我的刘海！尽力就好。大家突然开始讨论易云的英文程度了。不会啊，林允他就是蛮猛的，对。刚刚是说背的蛮好的、啊，谢谢谢谢谢谢。谢阿华掌声鼓励。我刚刚背了诗说好吗，阿华？谢令友的 kiss 啾啾。好，我们 mini 控讲完了，我们来讲什么呢？还是有什么你们想知道 mini 控的事情？哎呦，是说是那个韩愈吗？好像是韩愈写的一个古文。哎呦，做不到！谢谢真正的浪漫玫瑰。欸，我有东西可以玩了耶，特效。我们来玩特效好了。
哎，他不让我玩，什么意思？没有啊，没有，他没有特效，为什么没有站的特效？我们来玩特效，要下载了。为什么没有？有了，有了，有了！大家有看到吗？成功！是天使哎，等一下写好。瑞婷没问题，没问题。刚刚差点翻白眼。谢阿华假面的告白，有爱心的那个了吗？双手比心，你是说没有？我哥在打电动，他完全没有在理我的意思。大家不要对他有太多兴趣，其实。为什么没有赞啊？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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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有赞了。翻白也挺可爱的、啊，不行，会崩。我用看恶魔好了，大家想要看恶魔吗？大家想要看恶魔吗？爱心那个哪个要哪个哦这个哦，等一下他在下载。我最近有什么喜欢的歌吗？没有哎、欸，我最近他还在载，等一下，恶魔比较可爱，不知道哎、欸。他没有什么感想，偶像不怕崩，怕低。恶魔，我看他载好了没有热，有了，有了有了，哎，爸爸还在耶，我今天的，我今天的八点。天使不用怕，天使好怕。我要来玩恶魔。有了，都认真在看你，可是爸爸没有来我。好，我相信你三单会来的。OK， 嗨黑流星，谢谢 Miso 的 Love You， 还有吉米周的我来签到。其实比较担心我睡不着，其实我还好哎。恶魔比较适合你，哇塞，阿华，哇塞，阿华，你是那个话中有话吗？什么天使好胖？什么？他刚讲什么？我会伤心哦。对啊，天天记错时间吗？好，爸爸要。我怎么讲啊？阿华在 diss 我。哼，哎，对了，可以讲一下，我昨天看那个，哎，我们现在把特效玩一遍，然后再来讲我昨天看什么。这个好不有趣哦，不要用这个。大剑，对啊，哎，黑流星跟大剑熟吗？大剑还好吗？当当当当。
他就突然很累，躺着就睡死。大家在另一边停火，真的假的？大家还好吗？我要用天使，不管。大象真的很微妙哎，微妙。某汉也很喜欢用大象。哈，我用恶魔好热。噔噔噔，那这个。可是不觉得这件衣服配恶魔就是很怪吗？很违和哎。跟大剑还算，他还好吗？那个黑游戏帮我跟大剑说，就是瑞婷都在，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看到大剑里素素，笑死！为什么？狗子又这么不错，我想看大家，我想看。花圈不好看，我觉得。你要用花圈哦，这样我不喜欢，我觉得好无聊，很 boring 哎。谢谢阿华假面的告白，怎么了吗？黑流星很困难吗？很困难的话就不用了，只是讲一下而已。上玩一下，好啊，玩一下啊，互怕互。我看一下要怎么，这很难诶，上玩是不是很难啊？听说，是不是很难？哎呦，等等，大家等等。没有抱起，互怕互，互怕互，不是啊，看一下什么歌，我们可以来聊那个啊，木曜，大家有看吗？大家有看吗？你要听 Vampire 可以啊，没看，有。我真看了，真看了。什么？每天都是星期七，赖在家里，学书朗零点一杯苏诺伊，床和游戏每一天都要宠你。我觉得就是那个他们不是有汉堡，然后平衡剪汉堡那一段超可爱的，就是汉堡是用剪的，不觉得很可爱吗？这样也有赞，太有趣了吧。没了。透露会惊讶的秘密，你说你喜欢色女性，而我断了一根筋，卸下 LOVE， 去掉一半变 lonely， 我在默默等着你，哪怕中年危机，我的爱不过期。看一下哦，还粘嘴角，阿贝上面有粘嘴角，都超可爱的。没有，没有学过，不想学。嘿，这样怎么用？这样吗？什么、啊？好难，我看一下，等一下哦。脱手，怎样？怎么用？感觉被他拿到超危险，是妈妈，妈妈。妈妈感，我看也超派天不是工程师吗？还是像身兼厨师这样？是啊 ，Kira 蓝色圆吗？要怎么用啊？这样，手掌平放向上，这样吗？手托在下巴，有了。有了。预知了所有预计，换一次概率拉低。自定义的甜蜜。然后掌心讨厌就可以抱起。
很适合瑞英。哇塞，阿华你什么意思啊？好难哦，这样很难，我不行，太难了。刚刚召唤第二阶段哦，真的假的？新鲜柠檬什么意思？好难哦，好难哦！等一下，哎，不行，怎么那么难？刚是不是有一瞬间有火焰啊？那是成功吗？弄不到，有了，然后嘞？哎，我手好酸，哈哈，手好酸哦，不弄了。我们来听 Vampire， 等一下最后一首来听小情歌好，我想听小情歌。另一只手往前，什么什么啦？哪一只？不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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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玩了。我们来聊天，聊什么？还是我们要继续？哎、欸，你们，哎、欸，我想问握手会，你们握手会你们会穿什么？不玩了，普通的衣服。我想想看，你们想穿什么？柚子 T， 就是问一下而已，好奇好奇吗？会穿很多件哎、欸，什么意思？我很苦恼要穿什么，等等穿什么都可爱啦。跟上礼拜差不多吧 ，OK OK， 我有记得啊。好，长工你是认真的吗？阿华有绿外套，为什么是绿外套？瑞宁看到我应该就看到我穿有猫猫的，可是妈妈不会来我。好啦，我应该会看到你了。哦，看到你在韩寒那边。好，看到你在韩寒那边，真是难过。开玩笑，开玩笑，可能是，不要，他在玩游戏啦，他一点也不 care 我在干嘛。哥哥，哥哥，哥哥，不可以讲话哦，不可以讲话哦。对，他打喷嚏，他打喷嚏就是快打一次喷嚏，一二三。对，他打喷嚏了，对对对，令哥好棒哦。隔壁的大哥他突然不知道怎样，可能空气很糟。你不要讲话，不可以讲话。突然过敏，对对对对，他突然就是吸到空气，然后就过敏，他可能对空气过敏。你说哥哥的部分吗 ？No way！ 对对对对，这样是对对对。下半的玫瑰气质，如果平常不叫他本名的，叫他本名的话，他会很生气，所以我不能叫他，就不能不叫他哥哥，哈哈哈哈。是你太激动吧？
中肯。夏阳的枫叶。哦，卡是我妹妹哦。算什么啦？我想一下还有什么事。哦，对对对，今天早上的事情，今天早上可以跟你们分享。今天早上，令狗也有妹妹是吗？你妹还是算了。哎，我记得有人跟我抱怨过，有人送他妹妹，然后礼物被嫌弃。哎，好多人都有妹妹哦。真的啦，你不要讲话，你认真玩游戏。你弟都叫了，我也叫啊、哦，爸爸还有姐姐。啊，我也想要叫他们本名啊，但我不行。QQ。等我一下哦。你不要小丽什么？茄子，你也有，你是妹本人，但我都好好，我也想要叫我哥本名，我哥会生气，他会说不要这样叫我，我会生气，我不喜欢别人叫我本名这样。这边朋友都不会叫你。爸爸，你什么意思啊？那我呢？反正你都叫我，你说国术吗？卡丘什么？你别恭喜恭喜！卡丘，你看现场吗？还是在看电视？你也有姐姐？真的、哦、是真的吗？另有你有姐姐，也有妹妹，那这样不是很多人会羡慕你吗？你跟你妹互动，那很好哎、欸，好好，我想要跟我，就是其实，因为我跟你看电视，那就好。我想说，如果看那个的话。可以叫本人什么韩寒就不行，不然韩寒要叫你什么？明天就不用去握手会。有人会啊，很多人会羡慕有哥有姐姐，就是你朋友吧，朋友应该都会羡慕，就是你有姐姐还有妹妹这样。梅瑞挺可爱。哇塞，阿华，阿华，请问阿华，好有趣哦！大家，你没有朋友又是？哎、欸，那个大家另跟我说没有朋友了，那个，请问一下作何感想？没人羡慕过，真的吗？为我很多人羡慕哎、欸。优美喜欢看棒球，哎、欸，那个优美的卡丘可以就是揪一揪一起去看棒球啊，有没有？可以揪一下。Rookie 也有妹妹 ，Rookie 感觉就还蛮温柔的、啊，我姐超凶的啦，不是啦，哈哈，姐姐我爱你哦，哈哈。好，我们来讲一下，令狗片很大，所以令狗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然后呢，我讲一下今天到底有多，我到底有多好笑。就是我今天出门，然后当时我出门的时候还没有下大，然后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我们家附近的公车其实大部分都会到，但是我当时看那个，因为可能早起就比较早起，就是起床就是比较。就刚起床，然后就去公车站，然后就比较，就是脑袋比较那个混沌，就是比较不精明。然后我就看那个路线图，然后我看就每一个都有到我要去的那个站。然后呢，然后嘞，然后我明明就看到那一个。我那一台车，那一台公车有我要去的那个站，然后
哈伊卡和粉红猪，然后呢，他原本应该我，因为我大概知道路要怎么走，就是我明明就看到那台公车的路线图有我要去的那个站，就我就上了那台公车，然后因为他应该是要左转，然后结果他直走，然后再右转，但他应该在那个路口就要左转，然后我就傻眼，我想说我搭错了吗？他骗我吗？他明明就写我要去的那个站啊，我就直接傻眼，然后当时因为我当时上公车的时候还没有下，然后就我下公车之后我就没有带伞，因为我快要迟到的，然后我今天就迟到了，谢老师没有杀掉我，然后我今天就迟到，然后我就上车的时候没有下，然后我没带伞，然后下车就开始下雨，我就傻眼，然后而且不小，但也没有很大，就普通那种雨。然后呢，我就是淋雨，在真的是淋雨，然后走回去我原本那个公车站，我都因为我是搭了差不多一站，两三站，我发现不对哎，然后我就有我有跟老师说这样，然后一直走，要听一直走吗？可以啊，我们来听一直走也可以。看一下哦，有哎，可以听一下一直走。然后淋雨没事，还好啦，我已经淋了，还好还好。然后我找一下一直走。然后姜茶温水要喝。我都没喝哎，那个要泡给我喝吗？不是啦，我都没喝哎，我应该还好，还好啦，会注意的。零一直走，我明天不要感冒。其实我这礼拜原本也要感冒，因为我有一天就是太累，然后就没吹头发就睡觉，然后结果我又喉咙痛，但是现在好了，对，不用担心，大家不用担心。明天再列外自己喝，不会感冒。要记得喝水水，我在喝水水了。我都没，虽然我都短发，但就要吹头发。我发现我没有吹头发，我就真的是会感冒。但我现在又好了，所以。一直走，抬起头，走远远。看不透，路也没尽头，继续走。期待明天早上来听，期待明天我所谓能教大家。没有，等一下，这剪刘海的故事也可以讲。等一下，先让我讲完今天公厕的事情，然后就淋雨，然后呢？大健，大健你还好吗？大健我都在啦，大健，我们都在的。然后嘞，公车，然后嘞，我就淋雨，然后淋雨走到那个公车站。走更远，然后我就走到公车站，然后我就已经湿，就是我就突然，因为我在走的，因为要过马路，你只是在找答案。但是我前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但是我直播就刚开直播的时候有说，就是我最近就前几个礼拜情绪也不是很稳定，一直加油，然后。一定会好转的，大健，等一下，然后我就要过马路，然后呢，我当时就淋雨要过马路，然后还要等那个红灯，那红灯又很久，就是旁边就有一个
阿姨，然后她就坐在旁边撑伞，然后我就站着，然后阿姨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要站过来一点？然后她就把她的伞跟我分享，我就觉得天哪，太感动了吧，谢谢阿姨这样。然后她就问我说要去哪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哦，我要去对面的公车站。然后对，然后呢就走就是很感谢他的伞，然后就还是有顺利搭到公车，然后有顺利到达，耶、yeah! 恭喜我顺利到达，我连伞都给你，不行，这样大家会感冒，不行，大家这样会感冒，恭喜你，谢谢谢谢，好，差不多是这样吧。我刚刚还有说要讲什么，我刚记得我还要讲一个东西，大家提醒我一下，因为我现在有点忘记了。哦，对，我忍不住剪刘海，并也不是忍不住，是因为我们这次明天看我发型师，然后就是我刘海实在是太长，然后反正就说，哎，还是我帮你剪一点，然后就说，哦，好啊，但是我有说，就是我刚刚说我要留长，然后剪薄，他就说，哦，可以啊，可以啊，我就帮你剪一点点就好，所以刘海就剪短了。没尽头。一直走，抬起头，走，看远，看不透。大家，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反正，哦，就是，我也不能说不要太负面。其实有时候也是，人就是会负面嘛，人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生物。对，就是只能这样喽。反正不开心的时候，希望你来看看我，然后也希望我能带给你开心，希望我能带给大家开心。嗯，大家明天会来吗？但有哎，握手会来，大家举手哦，快点举手，快举手。一直走。哦，对不起。路也没尽头，坚持一直走，抬起头，走，看远，变不透，心没有路也没尽头，只见我出游，继续走。哎，我在想，哎，举手，好，我看一下有谁会来。我看一下哦，那会来，然后会握我的，会来会握我的，不回头，会来会握我的。哎，其实我在想，我要不要开一个唱歌台？哎，大概就是没有题材的时候。Miso， 你说什么？对啊，唱歌台怎么了？阿华是觉得唱歌不太好吗？Miso， 你什么意思 ？Miso， 你会来？我相信你跟青蛙都会来。Miso， 不可以这样。Miso， 别就抹黑我，好，阿华，好的。都给你说就好了。什么啦 ？Miso 说没有 ，Miso 不可以。我们来听，我看一下哦。我们来听什么好呢？我觉得这首很好听，这首。好的 ，OK， 不要那个，不要有广告，谢谢。觉得这首很好听，找你四次。那可以点有难度的歌曲吗？要看我想不想唱啊，因为你们可以点，但是我不一定，就是如果我不想唱，我就不会唱，不会唱或是不想唱。可是我怕我问的问题你很快就答完了耶，对，所以
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怎么了或什么的。我看一下有谁会来。举手，很多人都会来，也开心。大殿不会来也没有关系啦，只是想知道你会不会来而已哦，大殿。对，我有50个问题，就是我还没有没有，我想做 Q&A， 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问我问题。我连呼吸都痛，想要相信你是爱我的，我要相信你是勇敢的，我犯时间是最残酷的，我怎么的，我要相信你是爱我的，不要当我每次唱情歌。有提出总会有人回答的，知名直播主粉笑死我了，不要闹。好啦，大家很期待明天友情问答。怎么讲啊，就是我还蛮想做 Q&A，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问题，但我可以就是我可以自己问问题，然后有一些互动，这样我是有一点想法。如果没有人要问题的话可以，我们五分来念排名。我觉得他唱歌很好听耶，而且他也是兔子。明天早瑞你可以聊到之前的状态，你可以讲，哎呦好烦哦，太阳开播了，大家要跑了，好可怕。是你要问，你是说直播还是握手会？时间是最残酷的，我怎么的啊，我要爱我的，不要当我每次唱情歌，眼里总有太多泪不停拉扯。草莓奖，嗨草莓奖，草莓奖明天会来吗？握手会，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烦恼，反正只有我们两个听得到。我想一下，我不知道哎，因为我怕草莓会来握我，真的。谢茄子体谅。怎么讲啊？也不是说不能，但是我不是很想要把就是负面的情绪跟大家就是带给大家，因为我觉得这样是不太好，这不是一个。有违反我的职业道德。对，希望就是希望能带给大家都是正面能量啦。没烦恼怎么办？没烦恼怎么办？那很好啊 ，Miso， 我可以跟你，我想要听你跟青蛙的爱情故事，我很乐意听。我什么都没做，等一下我什么都没做，等一下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大家。等一下，我什么都没做等一下，我刚刚什么都没做实验做不做可以，我很乐意听，非常非常乐意。不该问的不要发功。等一下，我你刚刚那是怎么回事啊？好啦，是还蛮可以的啦。刚刚那怎么回事啊？我刚刚只是这样而已。没关系，我们来念排名吧。可以跟我，可以都来，好不好？都来。你们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如果想不到讲什么，我在想这个问题，几个比较好聊的问题。我现在就是我这个明天，或是反正我就会想一些，如果没有人，如果想不到话题的话，我们可以聊什么？我会想一下，希望大家不要就是。不要注意点我的问题，不然我会不知道讲什么。夏华 ，love you。可是八万名就不会握我，你只怕隔壁不会。阿贵，我保护你。阿贵，我保护你。阿贵，好意思了，我说不爱你，你也就相信了，这样好吗？
哎 ，Miso， 我跟你有话题啊！我刚不是讲了？你敢不敢？第一句话就可以啊，我会很感动。你敢不敢说和我相爱我一样，发自内心的坚决？你敢不敢如此卑微？我要念排名了，古典又时髦，谢谢谢谢。而且我可以跟他分享，因为我不是说我的衣服比较少嘛，所以我都会跟朋友借。所以我原本我不是说我握手会要穿的借吗？明天我把明天握手要穿的借，那我改别借了。希望明天大家会喜欢我不一样的风格，因为我明天穿的比较不一样。我有跟彩恩讨论，他说握手会就是要穿不一样的风格，让粉丝觉得哇，原来瑞婷也可以这样哦，然后就被吸引到。对，就是我们内心戏吧，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原本要穿的借，但是就没穿了。所以没有，明天衣服是我自己的，这件是朋友的，谢谢朋友，我爱你。你敢不敢？是可爱还是帅气呢？明天就知道喽，茄子。新的坚决，很辣的朋友的衣服，对。如此卑微。这件事，我们从第10名开始念。哎。等一下，今天的我们从第13名开始念，因为今天的13名是李彩杰。哎，阿华，你的头贴是怎么一回事？请问一下。哎，有两个阿华耶，阿华。你敢不敢面对？还有什么歌？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吗？你敢不敢？我们来看一下要听什么歌哟。让自己陪我都不好，我们来听小情歌。就喜欢听小，今天很喜欢听小情歌。刚刚突然笑了一下，刚某涵有涵涵有来，你就觉得你握太少了。大家不要就是买完之后才在后悔，因为怎么讲啊，就是当然还是会后悔嘛，但是就是还是觉得，对，还是可以后悔啦。其实，一代对啊，涵涵今天来超久的，下次会多握点。好，我等你们下次多握点。不后悔，什么意思？你是说买手不后悔吗 ？Miso 不是啊，没有，下次要多握点，大家下次也还好啦，就是对。是后悔下次才会买多一点，也是，国树说的也是。好，王念了，王念排名喽，多买一点 CD， 多填一点瑞婷，耶、yeah! ！好，王念喽，看到瑞婷就很棒了，看到大家也很感动哦，希望明天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回去。开开心心的来，开开心心的回去。好，我念了，第13名是李彩杰，耶、yeah, ！谢谢李彩杰。哎、欸，我刚刚平时什么没做，没什么都没做，什么又有那个洛克鲁，是什么？那是什么？哎、欸，我这样的时候他就不出现。好，算了。第12名是头贴很可怕的阿华，谢谢阿华。哎、欸，阿华头贴到底为什么会长这样？我真的很好奇。第12名，赛亚人哦，对不起，赛亚人，对，赛亚人，我不是很就是对洛克人是哦，对啦，是绿色的吧？洛克人是蓝色的哦，那是浩克，哈哈哈哈，对不起，唐叔已经做到了，期待明天，哎，我等一下来读，蓝色同伴什么可怕？哎，很可怕哎，我还在装到底发生什么事啊？真是太诡异了。明明是可爱，没救了。第11名是 Ben， 谢谢 Ben。第10名又是阿华，是头贴很可爱的阿华，谢谢阿华。
第九名是德全，是吧？我们应该，因为我现在看不到，对，是德全，谢谢德全。我是邱瑞特，谢谢令狗，不要再这样了哦，没有了。哎，你不要闹哦，傻眼。走心了，没有没有走心。谢谢第八名是去家庭聚餐的黄鱼，谢谢黄鱼。第七名是吉米粥，谢谢吉米粥。第六名是勇哥，谢谢勇。哎，勇哥你的头贴是一个很正的女生哎，哇哦，谢谢勇哥，耶。第五名是 Miso， 谢谢 Miso。第四名是卡丘，谢谢卡丘。第三名是令哥，谢谢令哥。第二名，哎，令哥，为什么你的头贴都是别人，都不是我？令哥，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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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琳宝宝，明天有机会的。啊，阿华，你没有握我。阿华为什么没有握我？为什么？动作了，特别去找的哦，真的。等一下，我看。哦，你好棒哦！天哪。其实还好哎，只是对，就是那个。因为我现在看另一个头贴是佳丽。没有，我现在看另一个头贴是佳丽，你们要看吗？是佳丽哦。所以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都不是我，都不是我。第二名是叶岩郎，谢谢叶岩郎。我决定改成前三哦，前三可以吗？比较正常。哎，等一下很吵，很大声。对。第一名是怀怀，谢谢怀怀。怀怀真的 always 霸占第一名，很厉害，好，很棒。谢谢怀怀，好哦。卡丘就卡丘啊，卡丘头像没有变过，下次换。好，八八的，嗯，八八。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帮我们追我，爸爸都不追我，能不能管爸爸走天放？爸爸头应该是放 Mina 吧之类的。好，另一个你要等一下，我现在看一下你头贴。你要这个？好，我把那个特效拿掉，还是你要特效？不可能会哦，其实你的头贴不意外啦，都没啥，没有好图换。什么？你是要那种很崩的吗？那好，好啦，那也不用，没有关系。要特效吗？跟你选特效，你要什么特效？李威，你终于来看我了，李威，你终于来看我了，你都不来看我，你都去干嘉义网，天使好，什么很崩？我不是这样的人吗？不是吗？嗨，志宏。李威，你终于来看我了。好哇、哦，我是。我看一下。你要笑吗？我要笑，好，我要笑，我不管，我要笑。他有挡到吗？没有。李威，你这傻眼。对吗，令狗？改天放瑞提。好，李威，你真的是傻眼。可以吗？可以吗？李威，你都只去看嘉义网，为什么？而且你一进来就抽风筝，你怎么可以进来不瑞提？好难过，李威。OK， 好。再来是叶岩郎，哎，叶岩郎在吗？华华在吗？华华跟叶阳在吗？在吗？在吗？不在就要说爸爸咯。好，不在就换卡丘跟咪啊，在好，叶阳来吧。
动作，请出动作。Two style， 呵呵，好像不在，好还在耶。哎，我今天想要解，让你们解一个图，自己私心，你没有想到吗？你没有想到什么吗？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忙，快点！华华跟夜夜狼 ，quick 动作，来个猫咪，就是猫咪。那你要头饰吗？你要头饰吗？头饰，我去他那里看你的。好吧，反正你问你应该要直接来看我，李威。骆驼不可以哦，骆驼我不会实行的。有什么要吗？要。哎呦，我刚明就什么都没讲，可以不要这样吗？你要吗？要。今天没有撞破刘海，一辈子都不会有。嗯。可以吗？可是我明白，不想挂对。可以吗？握手会有这个姿势吗？要看喽，看你有没有讲，绝对可以。好，换了耶！派怀，太难了吧？派怀。可爱，阿坤，这样吗？好，我觉得很怪。你是还有一次可以用卡，就记得的话是可以啊，对吗？火花简直强人所难，听到没有？卡丘可以用啊，卡丘可以指定一下，很可爱吗？我觉得很怪耶。华华，你有截到吗？有截到我就不要再做一次了，没有截到我就再做一次。不会，不用对不起。你有截到吗？下次吧。傻眼，感觉那你问什么？躲避通缉，没有。好啦，那我再弄一次啦。吼，傻眼。哼，好，就这样喽，就这样喽，就这样喽，不管喽，没有解到算喽。我觉得很可怕，我觉得很羞耻。羞耻，羞耻一波，羞耻起来！我要玩这个。那女孩，我要来玩这个，大家要截这个。哎，他说没有，为什么没有？我要这个。有了，又没了，有了。可以吗？被排挤了，可以吗？可以吗？有截到吗？我想让大家截这个，嘿嘿，可以吗？可以吗？这截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有吗？有截到？没截到。不管，就这样了，我要去吃坏了，吃坏再吃，好啦。爱大家，爱大家，爱大家，我爱大家。我爱大家的，大家明天见。李威，哎，他李威会来吗？李威，李威在吗？抱抱，会耶！李威期待，很想见到你哦，很想见到大家，我也想见到很多人，真的很多人都很想见到。大家，然后没有被我记住的，记得跟我报上名字。对，就是这样，或是。我没有见过你的，或是我没有被我记住，或是就算被我记得，也可以报一下名字啦，以免我叫错之类的。哈哈，就是这样，好哥，很期待见到瑞婷，阿贵我也很期待见到你。不要，好的，勇哥不要，不要就不要啊。
对，没错，就是这样。阿华还是不来问我呢，会带名牌的。Miso 其实不用带啊 ，Miso 我应该差不多记得。就这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彩恩，或是别人的台，或是好好准备里面握什么样的东西，或是不知道就写功课之类的。我要去吃饭了，明天超勇敢，不敢啦，嘿嘿，互怕互。坏蛋，明白这爸爸又不来我了，呵呵，好了，没有啦，就这样，我们下礼拜同一时间见喽，拜拜。